接近当中啊，我们接近当中啊，我们左边这个蓝洞，你看到有没有看到？中间有个圆球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就这个时候来，这个时候来能看到哈、啊，因为我们太阳从我们的天空直射90度的往上面垂掉，有没有看到？左边那个蓝洞啊，那个是太阳照下来的，因为它透天的，就这个时候。只有这个时候来看得到哦，哦，因为你过了这个时候，那个没有办法直射的，我们中间的圆球体就看不到了，啊、哦，可以看到啊、哦。